陈笑，请您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华老字号茂龙独家冠名播出的拍宝节目，我是陈笑。那么今天啊，是咱们腊月二十八了，再有两天呢，就真到大年三十了。在这儿啊，拍宝节目先提前祝您春节愉快，给您拜早年。那咱们拍宝节目的观众呢，最近打热线的特别多，问的是什么呢？说你们这个老说这包浆灿然的张德祥老师最近忙什么呢？怎么老没在节目中出现呢？哎，张老师啊，确实最近很忙，忙着什么呢？著书立说。但是没关系啊，今天咱们要播出一期张老师的节目，这样让您大家啊在节前看个精彩的节目也过过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一期的拍宝。有了拍宝，欢乐少不了。哎，各位藏友向大家的光临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啊！你怎么不鼓掌啊，各位？哎，今天也是一二三四五六六个藏哎，这位藏友您可以找地儿坐一下啊。甄老师，哎，我不是藏友，不是藏友，我是主持人啊。我当初来拍宝的时候特别喜欢这节目，那时化妆来的，你没认出来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对对对，参加过我们拍宝节目。哎，这个上回来是我记得是一女的呀，怎么这回变老爷们儿了？那也化不了那样啊，这生完孩子胖多了，那不像话啊。反正我喜欢拍宝这节目啊，我觉得你这真眼不行，所以我来这主持比较好。不是，咱们是不是大家得一块把他轰走？这个啊，踢场子来了？不能，因为我有这个。哟，有红包好，你看看，藏友都是冲这个来的，起了内讧了，起了内讧了。各位藏友，咱不是为了红包来的，对不对？咱是得到知识，对不对？那有红包更好，你就别找我了。这个甭管怎么说，今天又多了一个，这个算我收的一徒弟啊，指不定谁行谁不行呢。哦，你那意思要把我收了啊？那倒不至于，反正咱们看看吧，谁的眼力好。这什么孩子，这都是。得，这个咱先问问第一位藏友，来一大姐啊。哎，大姐您好，您好。哎呀，经常看我们栏目是吧？是。您瞧您这大姐长得多喜庆，真是。这从哪儿来的？丰台。丰台啊？具体什么地方？首经贸那边。哎呦，首经贸好，知识分子。没错，您坐，您坐，您坐。太好了，带什么宝贝来了？带了一个炉子，还有还有一个笔筒。您这炉子是烧蜂窝煤，烧煤球的？带一炉子。烧香的。哦，烧香的。对。啊，您看这多好！对，是一炉子。那当然了，大明宣德年制，哟，有年份了，这炉子是啊，值老钱了，还有点包浆那意思。哟，他还真懂啊！那当然了，咱绝对了解呀。您怎么得来的这个？家里祖传下来的。祖传下来几辈了？哎呦，我想想，应该是五辈了吧？五辈了，您看看，哎呦！但是我跟您说啊，您别不爱听，这宣德炉啊，有史记载好像真的都不多，对，是不是？是是是，这个好多市场上的宣德炉都不行，对对对对。但是您这一看呢，我觉得虽然它不是明宣德的那个真正宣德炉，但是有可能是清朝时候仿的。这怎么还蹭一块儿？您看，就是因为蹭了才让看看是货真价实的嘛。就是因为不知道，当时看它黑乎乎的，这什么东西啊？拿砂纸打一打，我天，你看，哟，哎，大姐，我服了您了，我给您鞠一躬啊！拿砂纸打的呀，对，我这咱藏友朋友一定注意啊，这东西啊，看包浆，主要是看的这年头。就是、您这全给打下去了，这是这不懂啊，就是不懂嘛。幸亏只打了一块儿，这打这一块儿要全打了，也得小40年了。这要真是大明宣德啊，20万吧。二十万，少说这是20万，他真是少说了。这要真是明宣德时候的宣德炉，这得后边加一零，得200万。哎呦，太高了，太高了啊！还有藏品吗？还有一件呢，就是这个笔筒，看一看这个笔筒。太好了，哎呀，这笔筒好，你先看什么材质的？竹子呀，这就嚯，拿眼一打就知道这竹子呀。这个挺好的，雕的也不错。对，您看这松枝雕的多好，这里边还有一匹马，还有一个人物。这还是一个文房用品，很有诗意的这么一个笔筒。哦，这您专业。这怎么没包浆啊？我看您这个。哎，这是我小的时候看它怎么这么脏啊，然后我就拿洗衣粉，拿着刷子刷刷刷，把它刷干净了。这大姐真不懂。结果真不懂。对，您就是特别好卫生，但是真不懂，把包浆又给刷下去了。刚才刷一块，这整个连笔筒全给刷了。真是，真不错啊！这一点包浆都没了，看着跟新的一样啊，挺好的。这个肯定是个老的。这是个老的。这是
我妈妈的太爷爷房子里的东西。哎呦，那这也好几辈了。你要留到现在不刷，对，那更得值钱。所以这东西我跟您说啊，不能刷，对，就得让它有历史的存留感，就是有这种时代的气息在这上面。没错，您给估个价吧。您看这雕工，这松针，嗯，您看这马啊，这么肥乎，多好啊！哦，这马肥乎就好。那当然了，像我似的都胖胖乎乎的，对对对，招人喜欢这个。行，挺好。所以我觉得八万块钱应该可以。嗯，而且一看后边刷的还挺干净，你看没？那颜色都不一样了。哎呀，像您这个爱卫生、爱搞这个家务劳动，表示致敬。但是以后咱这存留的这老东西千万别刷了。真是不懂。这个刷了一块，这全刷了。嗯，这我估计。因为算文房用品，这路分就高一点了，这能值个三块钱。您说八万块太多了，见面就杀价，赶紧兄弟给您红包。哎，这得给您。对，好的，肯定是老的。嗯，各位老师好。哎，你好，客气，快请坐，请坐。刚才这个三件两件东西啊，大姐对数字特别敏感，就是。哎，刚才在外头说，我们这两件，就我们这件传了几辈儿是怎么？五辈儿。五辈儿，这是五字儿啊，这个半斤八两。上来说带了三件，明明是两件。好，咱们回到您带的藏品，有请张老师。您这两位是开门老，哎，两件开门老，一上手这老东西上手它有气，嗯，这个陈老旧之气啊，扑面而来。这个铜炉啊，实际上这个包浆是什么叫包浆？不是油油乎乎的啊，非得是怎么样啊？这就是开门老的包浆，你看，这面呢老拿手摸的地儿，它就有点油亮了。这边呢不常摸的会儿，那个尘土啊，那个氧化层啊，就碰不着的地儿，它就非常明显，这就有点干。底呢，您这一打呀，让我想起好多事儿来。我小时候啊，那个街坊们一到过年呢，老太太都把家里老香炉掏出来，拿那个炉灰啊，烧乏了踹两脚，做饭厨房那萝卜根儿，切下来萝卜瓣儿，蘸那个炉灰末细末，蹭蹭蹭一擦，还不伤手，也不用买砂纸去，那就简单的去污粉。哎，萝卜瓣儿蘸炉灰末，蹭蹭蹭，头过年都会打亮了。现在可别那么着了，现在把这包浆打完了，就不是古董，就不显得像古董了。这个是开门老的一个。也可以叫宣德炉，但是这个不是明代那种，就是早期的，清代早期的，因为手头比较轻，而且铸造的呢，好像还有一个地儿有点沙眼，做的不错，这是挺好的，在民间里头算不错的，有那个撇的那个耳朵，还不如这个雅致，这个比例各方面都挺好，只是手头轻，应该是清代晚期做的。你看这个炉足的这地儿磨得四亮不亮的，这种包浆特别正常。那这个东西就不无可争议的一个清晚期的清代晚期老的宣德炉。这个呢，刚才我也是一上手就知道，你别看它这底啊这么好像是新的似的，很干净啊，但是它这个竖高起的地方呢，也是经常接触这个人手啊，或者氧化的比较重啊，它就比较润泽。树根底下这地儿，谁也碰不着它，没有受过这个磨损，所以它有比较生硬。包浆呢，就是看起来就是特别自然，这是现在做旧是达不到的。我们再看这画片，这画片应该让小文先生看啊。这个应该是当时赵孟俯的那个你看我是逗号哦，不是你以为张老师让你说你就说呀，你说这玩意儿您这巧不解风情，我刚才谦虚一下，他跟着他这事小文也张老师，我说这应该小文先生说，您马上得说，哎，张老师您说那这事是吧，您好真实在真问下去，这个张老师您来，我给大家做个反例，反面教员啊，大家开玩笑师姐啊，这个我先说点不对，你不对，你给我褶着点啊！这是一个洗马图，是叫洗马图？是，就是玉马图，玉啊，是叫玉马图？是，您这都是个挖坑吧？我反正当着他，我还真有点心虚，没他我就敢说了。嘿，但是有的画的不好，这个画的还真好。你看这个马夫这个神态，这个肌肉的感觉，这个毛着腰，这个牵着马在水里头。和水边趟着水潜水中这种感觉，还有马没洗够不爱往前走这劲儿，这马还挺肥养的，尤其精彩的是松树，你看这松树松枝刻的特别细，这个枝干呢苍劲有力斑驳，你看它这枯枝啊比这个长叶的枝还多，给人一种古老的沧桑的感觉。更妙的是呢，它
画了这么几道云，这叫隐起，在雕刻上就它没有明显的边际，隐隐的高起来，隐隐的下去，恰恰像云彩那种飘渺，那种虚幻的感觉。还要画了一个山泉流水，嘿，我把词儿都说了怎么办呢？我没给你，我没得说了，给你留点吗？留点，不是你的，小时候再想想吧。什么年代的张老师？这应该是清代的，清代的。这个我印象应该是赵孟俯的一个画片儿，有过一个这个比较有名的画，当然了。这个在笔筒上构图他给改了，那张画呢是一个立轴竖的，这个神韵还是当时这画的神韵。这样咱们谁的活归谁干，对，张老师鉴赏杂项，咱们还是请张老师给咱们这位藏友您来一个市场的这么一个价格的这个知识。这个啊，如果搁到小事儿上，小事儿20000正常，如果识货的，如果我去了，可能50000啊，我有点您愿意人加钱，但是我现在没钱，我得跟他借点钱再给您50000啊，别给我啊，就是这么个价格，东西不错。贴黄工艺，贴黄是削去竹筒内壁约2毫米厚的黄色表层，经煮压后粘贴在木胎的器物上的传统竹刻工艺品，其表面或为光塑或镌刻花纹。贴黄是竹刻中的独特品种，又称竹黄、番黄、反黄、文竹等。贴黄工艺在乾隆年间曾达到很高水平，清代中期以来，上杭、嘉定、黄岩、邵阳、江安等地都以制作贴黄著称。贴黄以木为胎，可突破竹材为圆筒的限制，制成各种形状的器物，是一般的竹刻所不能及的。现代贴黄采用了高温压胎新工艺，并改进原来的胶合工艺，基本上解决了虫蛀、开裂、发霉、起皮等弊病。好，咱们再看看这个铜香炉，这个毛病还是有。这个炉啊，好在造型还不错，问题是怎么着？您这砂纸蹭两下子，这还得咬，这还得养，而且有砂眼，有瘪，好像还磕过。还瘪，3000，也就4000-5000吧，3000-5000。但是2件都是老的。另外，大姐，您爱干净这事儿，您应该开一个保洁公司，我觉得得什么刷什么啊。好啊，好，祝贺您。香炉这知识特别多，刚才张老师说的那样的叫凤眼，这个呢应该巧耳像桥一样的耳朵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压晶炉，压晶炉呢这个生产的稍微少一点，在当年铸造的，所以压晶炉的路子也是比较高的，这是炉子的行情。这个大叔您好，您好，您好，握手。这大叔一看就是一个文化人啊。来，我也跟您握手。你好，你好。对，从哪儿来的呢？我从天通苑。天通苑，您坐。好，带什么宝贝来了？一副扇面。兄弟，你看看这怎么样？好，红军做呀。红军。对，红军啊，不是那个长征那红军，这是名家呀。您这扇面不错。哪儿不错？这是绢的呀，这个。哟。真行，这比纸的强啊！这个，我这小徒弟还行啊，最起码材质上就好，而且这红军是名人呀。现在近现代书画家他有一号啊，所以您这不错。哎，你不错，刚才在厕所背那词儿还挺熟，真的是挺厉害的，背的还挺熟啊。我给您介绍啊，这个书画家里边有一位叫金红军的，近现代的工笔画家，专门画工笔的。为什么您这他说卷本没错啊？这是卷的，这不是纸的。卷本因为它有点偏熟，就跟熟宣似的，不吃水，所以就画工笔画，画出来效果特别好。您看这晕染的，这小鸟画的多生动啊！这画的应该是这个叫山鸡啊，不是山鸡，画的山雀，山雀。然后这个是，这个什么花认识吗？这是玉兰，什么玉？你们家玉兰这，人家美女说对，水仙，这是水仙，水仙花，说明什么？您知道吗？这是冬天，小鸟到这儿来，有一种春意盎然的感觉，对春天的一种期盼。这画的寓意深刻，画的这个山雀，两姿态还不一样。这个您看那意思，那边有食物，看见它了，您看没有？叫我去啊！看您黑胖子啊，这个可以来两口。这个呢，在这儿。为他看护，一看这是公鸟，这母鸟，这你怎么能看出是公母呢？我就这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别老抬杠。那大叔，您看是不是这么解释？对对对，你看人大叔多随和，你这人别老抬杠。行行行，我顺着您来。
这个挺好的。嗯，扇面来说呢，应该按一平尺算啊。嗯，但是您这属于精品，我觉得这金红军先生也是一个名家，名头还可以。嗯，这张画能值3万块钱。嗯，好，谢谢你。怎么得来的呀？这个啊，这是人送的。哎呦，今天我去美国，哎，一朋友，我还得给他帮帮忙。他说我送你一幅画吧。哎呦，我就给拿回来。这甭管怎么说，这是一份情谊。是 是，这是交情，是不是？嗯，对， 对， 对对。您上美国那个差旅费都是他负责的。啊，差旅费自付。自付啊，哦，那也差不多3万块钱了。那这朋友要送您的，甭说3万，30万也不能卖。是吧？情谊在这儿。对对对对，是不是？这是跟您开个玩笑，这是一种笑谈。甭管怎么说，这画是一真迹。嗯，另外朋友送给您的有一份友情。对对对 对， 对，好东西，艺术品，啊，向您表示祝贺。啊，谢谢。这没眼力劲儿，赶紧给人卷着把红包给。哎，我多欣赏欣赏，真是好。嗯，我觉得他也想要这块儿。啊，好，谢谢你们二位。得嘞，来，您好。你好，你好，哎，坐。你好，你好，请坐。过来堵车吗？还行，还行，还行哈。这一般上班高峰那边堵点儿，是地铁人也多啊。没错，地铁人太多。咱们这时候就好多了。好，看看您带的这个画作。这个画啊，是我们从题款看，这个红军作，这是金红军。金红军先生呢是爱新觉罗的后裔，过去也有叫这个爱新觉罗红军的，有人愿意沾这个皇族的这个皇气儿啊。对啊，金先生以前呢，很早就进入这个中央美院啊，当时是第一期啊，有这个就徐悲鸿，后来先生把这个国画系改了，叫这个。花鸟科，花鸟科里的第一期的学员，当年呢也是毕了业以后留校任教，一直在美院，教书育人。他的画呢，工笔的居多。这个画呢，水仙花画的比较密，但是呢，它有层次、有结构的啊。这个花头呢有变化，画的也比较丰富，有冲上的，有这个冲左的、冲右的，对吧？显得呢这个疏密有致，鸟呢，两个我们过去讲这个画这个麻雀比较多，尤其是宋画当中，宋人的小品里边画这种双雀的多一些。干嘛老画麻雀呢？对，过去呢这个麻雀呢比较野逸一些，那么跟大自然呢更亲近。还有的叫什么果熟来禽，这个果熟了，飞过了一个鸟，表示这个比较吉祥的一个寓意吧。丰收了。对，丰收了。这张画呢两个鸟的这个神情啊也挺好，你看一个呆呆的萌萌的，另外一只鸟的这个张着嘴，好像是下边有小虫啊，或者是有吃的，很生动。几笔的这个淡墨呢，又把这个远处的坡岸呀，还有一些这个水草的这种远景啊表现出来，所以说整个画面构图也不错，也有宋人的笔意。题款呢看样子像是这个金红军先生稍微晚年一点的，所以他这个比例呢不像年轻时候显得那么有劲啊。所以整体看呢还是一张不错的作品，是一张真的作品，真的作品呢，是一张这个比较精彩的小品。那么这张金红军先生的画如果是真的的话，小文来也跟咱们这位藏友说说这个市场的这么一个知识价格。我觉得这个呀也差不多就是8000到12000左右这个价格。金先生很有名，但是他的画的这个价格并不是非常贵，并不是太高。对，老先生很有名气。对，但是我觉得这价格呀，确实是有点太低了，市场当中啊。对，因为你像美院的很多学生现在毕业的，那么每平尺都要你3000-5000的。对，这画上面按两平尺算，那也得10000块钱。现在学生都比这个以前的教授都贵了，所以说还是买这个就是低着买。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它会。对对对，没错，对没错，对没错。好，那么肯定是名家的真迹是吧？对对啊，那祝贺您，也觉得您的朋友也真送您好的藏品。好嘞，这个也能够得到我们双份的应该的，因为金先生非常有名的画家，我觉得是吧？对，好，祝贺您。好嘞，好，谢谢您啊，谢谢您。哎，嘿，你瞧一提美女眼睛发亮啊，这个挺好，是看。出来了，那您带的什么藏宝？带了一个串。哎呦，我看看您这串，哟，这是木头的，这可不是木头的。我告诉您，这沉香的。沉香串，对，沉香串，听见没有？还是你有眼力。沉香串，印尼加里曼丹沉香，是这意思吗？差不多吧。哎呦，差不多，还是不太准确。哎呦，这不仅有沉香自己的香味啊，这还有姑娘芬芳的香味。别闻了，再闻还有汗味呢，还出汗，什么都管。汗是没有的。哎，我看您戴这也不错呀。这是一个玩意儿，就这个还是值点钱。这值点钱。对。这哎，先问您从哪儿来的呀？啊，我从簋街过来的。哦，我以为从印尼来的呢。簋街没有。
哟，鬼街呀、啊！我说那上有麻小那味儿呢，好嘛，这老使这包去是吧？啊，对对对，您要吃麻小，您找我，反正我也不吃，我看着。那就不请您，对，那到时候我请您吧，啊，没关系的，我地主之谊，我请你。哎，行，这个甭管谁请谁了，嗯，我觉得这还是一好东西。是啊，啊，沉香，咱们国家福建出沉香。哎。他说这对啊，但是这品质可能稍微差点哦。印尼的好，印尼的加里曼丹、是吧？具体哪儿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打我打小就有。哦，哎呦，那也是个老物件，有年头了，传给您了。啊，对对对，太好了，也是上面传下来的。对对对，哎呦，这一看上面也有包浆了，是不是？这前面还有一个脆的一个小饰物啊。对，这是后来的。这应该姐姐自己配的，这是后来的。嗯、这个挺好的，你得叫二姨儿，你怎么叫二姨儿？我这叫妹妹，你得叫二姨儿啊。这个挺好的，而且这一看呢。油性特别好，这个沉香可以说原来是作为药用，还有做成枕头的，对，搁的那个焚香的，哎，焚香，嗯，这都是好东西，好东西，不管作为这个礼呀、礼佛用的呀、还是作为平时作为养生用的呀，这都很有价值，而且还有药用的价值，挺好，这一看油性十足，不错，包浆灿然，好东西，这个戴在身上特别的好，尤其符合您这身份，一个女士戴一沉香。谢谢更有品位了啊！还有什么宝贝？对，这有一朋友的画。哦，这不是您的，是朋友的。是我的啊，朋友委托我带过来的。哦，那咱们看看，打开吧。哎呦，这画一打开太棒了。这画我真是不懂了，这得问你了。终于谦虚一回。哎，是是是。朽木可雕也。一打开，大开门，专业术语。大开门。什么叫大开门？您给说说。绝对是真的，这个啊，一看这是董寿平先生画的。不对。啊，不是董寿平。这是陈少梅的。哎，完了。完了，这边这不写着呢吗？哎，对了，没看清楚，你瞧，太全，我还跟你学呢，你这董寿平，哎，你怎么这专逮这漏洞啊？你这孩子，你接着说吧，听我的啊，咱得自圆其说，得说回来啊，一开始说董寿平先生画的，为什么？因为您看这款儿，董寿平补题并记，是这意思吧？对对对，但是不是他画的，您一提醒，这一看就知道了，老友陈少梅可能是啊在哪儿啊看见这幅画了。觉着画得太好了，补题了一下。陈少梅呢，可以说是京津一带有名的大画家，大名头。但是很可惜，45岁的时候就没了，有英年早逝。对，但是留下的这些水墨丹青，幅幅都是佳品。好，多精啊！这画的，按明代的画法画的。您看值多少钱啊？传统哦，您就关心这价格对对对啊？我本来在想品评一下的啊，先给您估个价吧。这幅画10万块钱，才10万啊？啊。嫌少了，这个你说，你多说点，你说你说多少钱？这12万吧，12万，12万8吧，多好听啊！12万8也行，还有零有整的，这什么账头啊？这都是，这个给您，这其实按我说呀，15万也差不多，10到15万块钱，这个中国画就看的是气韵，看的是笔墨，浓淡干湿，很分明。您看这儿有干的地方，这儿有浓的地方，这儿有湿的地方，这儿有淡的地方。是不是远山近景，尤其这叫高山画之音，为什么董寿平先生这也是山水大家，画黄山画的最好，为什么给这题了，说明他一看这太棒了，教材级的人物，您这知识太丰富，是不是？你看两个小人在这里边，这是古人啊，仿着明代的画法，坐在一茅草屋里，两个人谈话，您看这篱笆画的都是层次很分明，前面浓一点，后边淡一点，都说中国画不讲透视，我跟您说证明啊，给中国画证明，比西画高就高的，又讲透视，又讲笔墨，还讲意境，高山画之音。对，这大写意。来，我摁着画，二位鼓鼓掌，快点，来，再摁上，快点，再摁上，啊，这，哎呦，谢谢，你听你夸你师傅呢，是是是，这个这我得跟您学习啊，对，这个特别好，这幅画我觉得现在涨了18万了。18万了，但是不是您的，与您无关是吧？您收吗？嚯，这到底是不是您的呀？跑这卖来了，好嘛？这个沉香串，咱再说说吧。沉香串，你说多少钱？沉香串像这么老的沉香串，而且又品相这么好，我觉得怎么着也得3万块钱吧。3万块钱啊，太少了。其实我跟您说，上等的沉香，论克卖，对呀，比黄金还贵。我知道啊，比玉都贵。没错，比这，反正特别贵。啊啊！你这3万，3万肯定说少了，加一零，兄弟，这30万加一零，这不是一般人能找着的。对对对，是不是这意思？是，太好了，祝贺您，谢谢。30万，这一下赶紧给您这个，谢谢谢谢。哎，这里边就有30万，哎，不是欠条啊，哦，这是他说的啊，一会儿他叫张德阳，记住了，说相声的啊，哎，到时候直接找他拿30万欠条，怎么着啊？恭喜您，恭喜您，好，谢谢。
很好，很好。哎，您好，还是一张画。你的串，嗯，哦，朋友的。就是人家这位女朋友不能白来一趟，两位都得忙活忙活。对，这一上手啊，我倒有点乱。为什么？这颜色有点，远处看跟紫檀似的。嗯，一上手还有挺沉。嗯，再仔细看，它不是紫檀，它是什么沉香？这个好的沉香啊，它燃烧时候那个香味特别浓。真正靠这个闻呢，嗯，有时候就有的沉香就是好沉香，有时候也这么干闻是没有味儿的。它因为一直在胳膊上戴着，有体温，这个温度啊。30-40度啊，也会使它那个挥发出去香味。刚才我不好意思的偷偷闻了闻啊，还不错，这个非常非常浓烈。但是我得问问您，您比如冬天出来有什么护手霜什么抹不抹？有，尽量少抹，别影响。香水喷不喷？香水很少用，我戴这个的时候就不喷香水了。嗯，对，因为沉香特别容易吸附别的香味。您别听有些人瞎说啊，老这鼻子蹭蹭油啊，这咔咔咔咔，吃完油饼，吃完什么？这个你就是油就把它会毁了啊！您戴呢就是非常尊重它，非常礼仪性的戴着，手上这个尽量别抹点的怪味儿的东西啊！哎呀，不错，这个东西开门好沉香，有年头没有？应该是有。嗯，我看这打孔的感觉不是现在这些年那个瞎闹的，清代、民国、晚清、民国有，反正不是10年20年的事啊，好吧？好，是老的。沉香是瑞香科植物白木香树木的干燥木质节油部分，是一种木材、香料和中药，是由沉香木植物树心部位当受到外伤或真红油菌感染刺激后，大量分泌树脂，帮助愈合过程中产生浓郁香气的组织物。这些部分因为密度很大，又被称为水沉香。广泛分布于我国广东、海南、广西、福建等地，质地坚硬、油脂饱满的沉香还是上等的雕刻材料。沉香对雕工的技艺要求很高，其难度远大于其他木材，其凝聚了油质和木质两种特征，质地不均匀，外表和内里的油脂走向不易拿捏，所以不易下刀，因而好的沉香雕件极为稀奇珍贵。就先放您这儿，待会儿由您说。咱们先让小文说说这个朋友带来这个书画，徐正梅。张老师，我们一块儿看一看。嗯，嘿嘿，都得带上张老师一块儿，太尊重了，真好。就是、这就对了、哎、啊，这就您看这画俩人，这个像张老师，啊，这像小文吧，跟您正请教呢。那也是还真像。我呢，这不是前进方友，这没你的事，我得带着找你的后边烧茶呢吧？这煮茶的，对，我正干活呢，我。这张啊是这个陈尚梅先生的一个山水画的一个作品，嗯啊，但是我们看这画上啊没有陈尚梅先生的款儿，嗯啊，那么有题，这个题是谁题呢？是董寿平题的。嚯，董先生题的。那我们先说说这画吧，陈尚梅先生啊，很早就有名了，嗯啊，他呢15岁开始学画，进了当时金城啊金北楼跟陈师宗他们中国化学研究会，可以，到17、15岁。17岁的时候呢，就进入胡社，成为骨干成员了。22岁，嗯，哎，做了这个天津胡社的掌门人，所以他的绘画成就呢，是最早开始临古，到后来有所创新。唯独啊，这个人呢，就是年纪太轻去世的时候，嗯，40几岁，不到50岁，英年早逝。画艺啊，这个水平是非常高的，嗯，包括现在在市场当中啊，对他的这个认可啊，价格也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年纪没有活那么大呢，所以留在市场当中的作品数量上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多了，嗯，啊，但是在天津那是数一数二的，嗯，啊，这张画呢是学这个明代的，哎，这一路的画法，但是他这画呢还有宋画的这种，有点风韵，有点风韵，构图什么的都是那个宋画的啊，对，很传统的，嗯，他呢画的这个工细一路的多呀，对啊，尤其是北宗的这个青绿啊，那种价格高，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是这个呢，画的比较野逸，嗯，啊，画的比较这个散淡一些，嗯，这种反而市场当中少见。哦，对，所以你看这个茅屋啊，人物啊，哎，包括这个山石点胎啊，树木啊，都是这个时期的这个学明代这种画法。我听明白了，那就说这张画肯定是陈云章的真迹。这张是陈尚梅、陈云章，啊，是吧？对。那我问问，没有题款？哎，对，没有题款，这是董寿平董先生题款。这对这画，他这个盖了章，可能啊，当时画完了，又一批像画稿这样的，那么统一要题款啊，或者什么原因？但是呢，后来没有这个没有题，
董先生提呢，这个呢，实际上在画的这个市场来讲啊，它有一个两个人的这个艺术成就在里边啊。当时呢，也但是也体现出两个人之间的这样一个这个交友的一个关系啊，或者是什么，所以这个名家画的画又加上名家的题，价格呢会比正常的要高一些，字呢写的很老辣的，而且呢从这个字里行间也能感觉到，就是董先生对陈少梅的认可啊。这张画，那么既然加分了，这个市场上大概其实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空间，那么我介绍一下，陈少梅的价格一直很高，那么画得很工细的，一般几十万几百万不等，这张画呢画的这个稍微简单一点啊，大概十五万左右，十五万左右，对，一张一张，哦，那也是我觉得很比较合理的，以前曾经贵的时候可能得十万一平尺啊，对，是吧？要是这里边这人物戴个手串，可能价格更高。对，要是我在这画里的，不光你们两位，可能更贵啊。啊，对，这个手串啊，注意啊，这个沉香啊，好沉香，都是轮克腰的啊，啊，这么多值个五万以上、十万以内，我觉得应该有这个有这个价格，有这个价格。而且头几年这沉香的价格虚火很高，对，那这几年也理性回归了，对，有这么一个价格，对，好，谢谢各位陈家。好，我帮您说，两件都很好的藏品，祝贺，祝贺，说好，好，您注意这个沉香市场，因为头几年沉香真的特别贵，按张老师说，一克好几万，那么好多人把这个就像这种沉香。仿成那样，做成那种黑了咕叽的油，一颠手都是倍儿沉，颗颗沉水，那都是假的，基本上都用白木染色，再用油泡一下。它那个染色怎么能沉水的呢？它那木头本身啊，就是不是这种这个真正的沉香木，它找到硬质的那种木材，对，但是用刺的沉香熬出沉香油来。它在那沉香油里头浸入，这表皮是拿刀子一切开就不是，还加了好多香精跟鸡精呢。哦，鸡精能吃了。又来一位大叔啊，老先生。哎呦，这大叔一看哈，慈眉善目的，多好。那可不，你好，你好。嚯，真佩服你，挺有才的。哎呦，云遮月的嗓子，挺好，挺好。您跟单田芳没什么关系吧？这个，真好，这大叔啊，这带一宝贝，您先过过目吧。哎，我先看看。哎呦，这好，木头的，这木头，我得说出是什么木头？什么木头的？黄杨木。哎呦，有点意思，是黄杨木，老黄杨，老后来老黄杨。这雕工也不错呀，这是一飞天的，飞嚯，飞天反弹琵琶，反弹琵琶，您看看，知道飞天反弹琵琶哪儿来的吗？敦煌啊，敦煌莫高窟是反弹琵琶。哎呦，真不错，这莫高窟啊，给人类的艺术上创造了很多灵感，包括这个。张大千啊，都到敦煌里边写生，临摹了三年啊，最后才成就了一代艺术大师。这都是，这还是我父亲结婚的时候，我爷爷给他的呢。哎呦，哎呦，这是父亲结婚的时候还没我呢。哎呦，也三代。对，您说这也挺新鲜的啊，可不是每年吗？这个啊，挺好。这个可以说也传了好几辈儿，可不三代了吗？他这雕工真的是不错，精了，精致，有鼻子有眼儿的，全是废话，多新鲜，没鼻子没眼儿，雕它干嘛呢？哎，发丝、头发丝都这么细，对，他说这细节，这个侍女的这种雕刻呀，您看哪儿就看头发，头发雕的细，说明这工满，头发雕的粗糙，您脸开的再好，稍微也逊色一筹。哎，您从哪儿来的呀？我就咱们很近，街坊就菜市口的，菜市口的，找半天没找着这地方。哇，我们这地方没那么深邃啊。这个菜市口这大叔太有意思了啊。老先生您这不错，太好了。谢谢。周老师您再说说吧。我说说啊，说说就得跟他不一样啊。您看这他这造型没有？就这意思。他这样弄起来他舒服。挠痒痒，我这搓澡去了。这个。很美啊，从艺术上说给人一种美感，是另外整个从这个木雕感觉它随形生动。您心理价位是多少？这我别轻易估价了。这个我觉得咱们也得值个十万左右吧。十万左右啊，我觉得给八万您。咱们哥俩日吵架呢，谁要这个，谁不要这个啊？怎么还争啊？可不嘛，这老爷子没了也没了啊。
然后兄弟两个啊，我不是老大吗？啊，就搁我这儿了啊。哦，现在这产权还不知是谁的。那等于这要估高了，还指不定就是代管。哦，代管，代管。那这那这样吧，您说三万，您直接给他，您把这东西留下。您这怎么样？您不然到时候说十五万，您得给他十五万。您拨出去了，对，全拨出去。您大叔一点都不傻，全拨出去了。这东西我跟您说，保守一点说，五万块钱。哦，这真是啊。因为它毕竟这黄杨木的木质不是特别名贵，对，它软，哎，它不是什么老红木啊，或者什么珍贵的这个花梨啊，对，什么这个紫檀、小叶檀的，它不是这种材质，黄杨木还是普遍一点，它软，它好雕，您觉得怎么样？谢谢。我建议您啊，也别出手啊，留个念想。肯定不会出手。他老不让出手，该出手的时候还是得出手，对不对？退休了也不缺这钱。对，哎，可不。这个藏品一方面体现它的艺术价值，还有一方面体现市场价值。哎，啊，您不留。通老哥自个儿手里握着也没用，是不是这意思？对，所以，啊，先给您这个，好好，谢谢，谢谢。里边还给两万八呢，啊，不给您就找专家给您写欠条啊。张德祥老师最爱写欠条，到里边您冲他一乐，他就给您写一两万八欠条啊，就这么着了啊。祝贺大叔，对啊。来，您好，哎，来，先来，来，来，哎，您好，您好，您请坐，您请坐。哎呦，您这嗓音啊，一个是跟他们说是学单田芳，另外您要唱首歌，我不做大哥好多年。就是身体原来退休了不是，有原来病退的。哦，这个嗓子不舒服是吗？您今年高寿？我63。63，您父亲结婚，老爷子给他的。我爸早没了。哎呦，这个97年没的。您瞧瞧，这个咱一看是敦煌题材啊，是，嗯，反弹琵琶嘛，这大家都懂。对。你看这人物这个身体扭曲，嗯，特别自然，而且多曲，他不别扭，嗯，说明柯这时候他特别懂这个人的这个身体结构，是，有很高的这种雕塑的这个造诣，哎，还有呢，他这个唯独这个腿啊，嗯，下边腿加长了，诚心加长，使这个上身有飘逸哎的感觉，哎，而且配着两个下垂跟舞动起来的这种彩带呢，显得就是真是飞起来了啊，嗯，看着越看越都活了，都活了，真是好。嗯，他这问题在哪？这个脸呢？抬脸，哎，有点可能太累了，跳的卯劲儿，脚可能是练习时候大拇哥给指甲盖有点受伤，他面部表情啊，有点痛苦状。嗯，你看，他也不赖他脚可能受点伤啊，这是其一。还有呢，手的刻画。他既然是反弹琵琶嘛，是吧？嗯，这会儿应该哐扫弦，也可能是扫弦，因为这个姿势已经没法出旋律，哐哐哐扫弦。这个扫弦呢，不是捂，他这个手巴掌捂上了，应该是反手。应该，我觉得这个劲儿，甚至离开这个琵琶，你看他是呼上，呼上，哎，这个。那笑笑演示一下，背过去。不是，我可以背过去。我发现张老师确实是没肩周炎，你看是吧？没见周炎。嗯，总而言之吧，还是不错的。下边你看他用云雕了一个桥状，也是突出他的升腾之势。他如果这是死的，你看这死的都是云，他不显，掏空了也是升腾势。所以这个线一直，这是一个很好的作品，够80分雕刻。木材呢？刚才我拿直接试了试，就是老的黄杨，掐不动。这个都是什么湖北啊，是神农架那边，还有是甘肃啊，就是那个咱们传统黄杨啊，传统黄杨老黄杨，够民国，您看行吗？张大千那会儿民国还画敦煌呢，画多了，对不对？对。那您看看这市场价格呢？跟老先生说呀，老先生觉得值10万，咱就客观的跟咱们这位藏友说。你也别说少了，说少了也不合适，反正5万以上还是有的，5万左右吧。符合我们的条件，双份的奖励基金。谢谢老师。哎，好，祝贺您，祝贺您，您说好。谢谢老师。这黄杨啊，外头卖的特别多，因为黄杨叫千年矮，也是中国雕刻的非常有名的木材。那么好多外头卖的黄杨也是这色儿，特简单，拿橄榄油啊就能染这色。过去传说说阴天不能采黄杨木，张老师有这说法？什么闰年闰月怎么？长缩一寸呢？对，总而言之都有点神话。它那木头怎么长着能缩呢？它肯定就是说明它长得慢。嗯，也别。但确实这个木头适合雕刻。雕刻它因为横竖纹不显，哎，没错，细腻。你特别细丝的头发丝儿，它能待得住。你弄别的木材，刀子一上去，喷喷都崩了。哎，就那好多清代的这个黄杨木的木雕的造像，如果够清代或清早期、清中期的拍卖会，真的能卖十几万或几十万。
又来一位大哥啊。你好。哎呦，这大哥啊，经常看我们节目。哦，经常看，对。哎呦，这大哥可以。嗯，喜欢拍宝节目。对，另外一看就是搞这个研究工作的。怎么呢？因为您看这上面研究的已经不上好了。您从发型来界定啊。聪明的脑袋，头发少啊，说明一直潜心搞收藏。是。这算一资深藏家吧？这个哦，您过奖了啊！过奖过奖，这是您收藏吗？哦，这个是我代表我舅舅来的。嚯，这也是四代的历史。哎呦，四代了。对，不是您从哪儿来的呀？对，先问问您。海淀区首都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那人才辈出啊，最著名的欧阳中石老在那儿，首师大的。嗯，先看看这位大哥带的藏品。您先说说吧。我先说呀。啊，这是一幅画。对，这全是废话。可不嘛，这画啊。一看就有年份了，是个老东西哦。不过我看了半天啊，我就觉得一点啊，这应该不是一个整张的，这应该是一个大画，它裁下来一片。对，嗯，哦，肯定是这样。我跟他观点不一样，嗯，我觉得这就是一整张的。您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呀？您别看这马后边这尾巴在画外的啊，咱中国画讲究的就是这种布局，让它看着很满。其实是一个镜头，我跟您说啊，这还是有一场景。嗯嗯，这叫酒骑图。哦，就是这哥们儿喝了酒骑马。哦，那时候讲究法规、法律。哦、你看这俩人，严格执法，这喊他呢，快下来，不许酒驾。嗯啊，看这意思是这么解释吗？就是这意思。你看这还别一酒葫芦呢，你看吗、哦？不许酒驾。不许酒驾。啊、对，这幅画叫不许酒驾。好嘛，这就是我的。一些见解，哎，对，好。另外，我跟您说，这画最重要的价值，它是一老的，能到明代啊，应该可以。您是看这人的样子，是按照明朝的画的。清朝都讲究那官人都是顶戴花翎，是吧？对。这个明朝的时候都把头发都竖起来啊。另外，您看戴的这个官员，他这帽翅往下的，还是长袍呢。另外，中间束腰带，嗯，这是明朝人。对。底下这靴子。讲究那种长靴，这您多看看这个大明宫词啊、哦、看看明朝那些事儿都能了解、嗯、您得说说这画怎么得来的。对，这也是祖上先人吧，是民国十七吧二十年代、啊、和友人一起呢到东四牌楼啊，就是酒后呢来这个散步。你看酒后吧，有酒驾吧，说有酒驾吧，然后看到了一个古玩店里有这么一幅八骏图啊，感觉八骏图呢能给家里带来这种平安祥和啊，所以就把这幅画呢给收藏了下来，当然保存的不是特别完好啊，是的，这应该算三尺整尺，六平尺，六平尺，咱按这个书画的估价方法，应该能值个50000一平尺，五六三十。哦，感谢您的估价啊，这账头多清楚，30万呢？干嘛你要咬我鼻子？哎，那倒不是，反正老东西是肯定没错，不过这要30万的话，你是不买？哎，反正太有点旧，不识货。我跟您说，我这爱徒就是不识货啊。好好的留着吧。对，哎，好，谢谢。我把这个啊，您不能白来，我把您这红包给您。对，您好好收藏。好好，谢谢张老师。哎，您客气。好，快来。哎呦，带张画。对，我问问这位藏友大哥的工作，您是平常做什么工作，什么行业？哦，我是在制药行业。哦，制药。哦，制药行业。是中成药还是西药？哦，西药。西药。哦，这个是治什么的呀？我能多问问吗？哦，主要是这移植免疫哦，这方面的哦，对，这个一看就是一张旧画，有包浆的，这个绢本的保存的不是太好，有些这个折痕啊、断纹啊等等啊，看起来呢还是不错的一张画，啊，画得很好的。刚才张老师数了这个八匹马，每匹马的形态都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对，而且这里边有人物，你看有骑着马的，有两个人呢在看马，画得很好，马的这个结构啊、肌肉啊，哎，都那个画得很骨立，画得很这个生动的，马鬃啊、眼睛啊，包括嘴的这个画法呢，还都比较高古的，画马呢，我们其实。国家这个名家还是很多的，包括我们去年刚刚拍卖成交的元代人人发的《武王醉归图》，卖了3个多亿，三个多亿，哎，也是马，画了一酒驾的场景。对啊，好像现在这个马的题材也比较流行。这张画没有款儿，谁画的？就是啊，但是从画风啊。啊，包括这个，你看底下这有这个山石的这种画法来看啊，这个没有清人的笔意。哎，那清人画石头他要皴啊，包括一些这个树的这种点染的画法啊，
它是先勾线，哎，又染中间这一层的这个石绿，嗯，所以这种画法是符合名人的画法。实际上元代明代画家的画法，对，是吧？继承了元代宋元的那个遗风。元代以来呢，也都这么画，嗯，但是从气息上看，应该是这个明代的。具体的作者呀，从画风上这个不好判断。这个画呢，我感觉就是你比如从右侧看呀，它可能缺一小块，可能还是宽一点，对，可能会宽一点，有可能有块，当时有块是被裁掉了，毁了。那么像这一张如此品相又没有款的这个明代的这种画作，嗯，市场价格有没有呢？6万到8万块钱。这张对，但这个品相稍微有点问题。假如说品相好一些的话，肯定要超过10万的。啊，好，那咱们交给这位藏友。谢谢，好嘞，好嘞，好，谢谢，祝贺您。钱给您，给了。拍榜1月26日有奖问答揭晓。问题：南宋时期杭州叫什么名字？答案：临安府。恭喜第五名答对的微信名为盛气凌人的观众获得清代粉彩无双谱盘子。精彩节目继续为您呈现。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咱们中华老字号茂龙独家冠名播出的拍宝节目。那么今天是腊月28号，这都感受到了过年的喜庆气氛。那咱们也感谢张老师哈，又奉献了一期这么精彩的拍宝节目。那拍宝节目呢，希望能够在新的一年，伴随大家更精彩更祥和的日子，给您带来更多丰富的艺术品的知识，为您在收藏方面能够帮一点忙，起点作用。咱们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祥和的春节。好，咱们下期拍宝见。